善良，写一段旋律缠绕围坐恋爱的衣裳，我愿为你尽情歌唱。大家好，欢迎回来，欢迎来到今天的 QQ 音乐轻面吧电台，我是林超泽，我是小草莓张一春。今天很开心啊，大厂工友浩浩来到我们节目啊。对啊，你们都是我的大前辈呢。是是，哎。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嘛，因为我是青春有你三出来的，然后就是你们是第一届，然后加上蔡徐坤制作人是我的就是导师，是我的导师，然后我的导师跟你是一届的，然后呢这样算的话，那你应该是我的师叔对吗？好了，请不要聊这趴了。谢谢，晚安。没有啦，好了，赶快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周的打歌艺人好不好？唱跳俱佳、人美歌亮的甜宠姐姐代言妮的《有的人》，亮眼登场，实力型创作新厂牌 Kido Cipher 的 2020， 冲破黑暗追光向前的无尽歌者高天鹤，迷途的孩子，嗓音独特、创作前卫的新生代唱作人钱正浩，浩浩的小故障。满怀热忱的少年感，十项全能的偶像标杆，张远的 Moonlight， 粉丝们赶快为你的 idol 充电助力吧。是，让我们来确认一下目前呢本周新进的五首主打歌的排行状况。排在总榜第一的是来自钱正浩的小故障，恭喜。现在呢电力值是53.4万。排在第二的是来自高天鹤的迷途的孩子，电力值是49.29万。排在第三的是来自 Kido Cipher 2020，好，电力值是10.95万。排在第五的是来自戴燕妮的有的人。排在第六的是来自张远的 Moonlight。 是的，那各位粉丝要继续为你的 idol 充电助力哦。那每周的周冠军将会获得我们的超强冠军资源，那是什么呢？哇，那就超厉害了。首先呢就是由我们每周的节目当中 MV 轮播以及 QQ 音乐平台的超强资源。对，还有这块世贸天阶的天幕，它如果拿到了周冠军的话，这块天幕会有一个超强的资源，就展示它的一个大画报，就很漂亮，很有钱。是的，那粉丝们也要赶快为自己的 idol 充电助力。那月币用月币为爱豆充电助力的同时呢，月币数会自动计入电力值。那电力值的贡献前三名呢，会获得爱豆亲笔签名。对，只要大家持续的呢为自己喜欢的艺人充电助力的话，也会获得签名照，所以大家要加油。对，你在干嘛？好啦，那话我不能说话，话不得说。赶快有请今天的这位来宾，我的大厂工友钱正浩带来的Showtime。看周围的风景，人来人往不停，还在原地，像过了好几个漫长的世纪。我们之间又近又遥远，聚焦的上天，阳光被挡在门外面。 We have to go， 梦跳像和太阳都像呢。引起你的注意，明明只见过几次而已，你陌生而又熟悉，像是心电感应，对我有着致命吸引，在着迷风，心跳成我频率。 3， 找一个好话题。 2， 区别太刻意。 1， 就现在走过去。 Yeah，欢迎浩浩，来浩浩 再次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钱正浩。哇、wow，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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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今天浩浩是也是我跟大家很久很久没见面了，然后今天带来他的全新 EP 的里面的非常好听的歌曲来到我们电台做客。然后呢接下来呢这个环节呢就要让你写下你本期的 flag， 就是你要移步到右手边的这个 flag 星球博物馆。所以那里有个小旗子，需要你立下本期你想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吧。是的，这个对，那我最近综艺上的比较多，喜欢玩游戏。哦，是吗？那你来对了，我们这节目就是特别会玩。是的，边打歌边玩游戏。对，那我就定一个三个游戏，玩今天玩三个游戏怎么样？好啊，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不止吧，如果你扭蛋一直爆的话，你可以玩 N 个。对，哇，这样子吗？对，所以粉丝们要赶快充电助力，好不好？对，三个起步吧。可以可以可以。三个，
三个游戏。我觉得你今天应该稳了，今天应该稳稳的。哎，游戏的戏好像写错了。哎，不重要，对，因为我们等会儿我把它不重要，因为我们浩浩就是一个就对，还要签上你自己的名字哦。啊，这样天才脑洞，对对，这就是一个小游戏。对 对, 对是，没有错，没有错。好嘞，好，选择一个你喜欢的位置。浩浩，你可以呱呱高高的把它挂在上面。我呱呱的把它高上，呱呱的把它高在上面。高高的把它挂在上面，对。我能挂在那个空调上面。哎，可以。有，我跟你说，那个上面我那天看了。是谁啊？那天。Warner。哦 ，Warner 对。Warner 那三个大哥。对。我直接挂在空调上，我好佩服他们。没。哎，上去了吗？哇，没有。没事，你可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一个假动作。导演在耳机里已经 Q 我了，不要让他们难做了。那我就这里。哎呀，没事，再来一次。哎呀。哎呀。哎，上去了啊！行，好，那预祝今天浩浩能带的立成功，好不好？对，立成功。然后我们一会儿现场见，好不好 ？OK， 再见，拜拜，一会儿见，拜拜。好嘞，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 QQ 音乐见面吧电台，让好音乐 C 位出道。哎，今天有哪段？啦。然后我来介绍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啊、好的，优惠开通豪华旅馆免费领健美吧电台的门票，点击屏幕右方摄像机按钮竖拍视角近距离看爱豆，会有不一样的记忆出现哦。是的，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助力方式，大家要拿小笔笔记好。首先呢，直播过程中呢可以通过屏幕右侧的礼物按钮用月币为你自己喜欢的爱豆充电助力，月币数将自动进入到电力值当中，通过右上角的充电按钮为你自己的爱豆充电助力吧。直播过程中通过右侧的礼物按钮为爱豆助力，直播结束后直播间月币贡献榜的前三名呢将会获得爱豆的亲笔签名照片，也就是钱正浩小同学的亲笔签名照片哦。每周一呢，节目组将在 QQ 音乐的私信每期打榜前三的用户，完成信息收集后呢，将会统一将签名照寄出前三名的用户，记得查看你们的私信哦。打开 QQ 音乐，搜索见面吧电台，进入见面吧电台充电专区，为你的爱豆充电助力。还有一个我们节目当中非常好玩的环节，也就是扭蛋环节，也是需要大家持续的点击充电按钮以及礼物按钮，我们就会开启这个好玩的扭蛋。这个扭蛋都是干嘛的呢？扭蛋就是用来钻火圈，那个走钢丝之类的，然后冰箱装大象，对，就这类，就这类好玩的游戏。哎，浩今天不是想玩游戏吗？赶快充电助力，好不好？让他玩。行了，哎，是的，还有每周二到周日，打开 QQ 音乐 App， 搜索“见面吧电台”，进入专题页面充电专区，可以通过签到开通豪华绿钻邀请好友助力客户端内收听节目音频，关注 QQ 音乐官方微博的方式，为你的爱豆获得电力值。是我旁边这位女主持，请问你看开头立了什么 flag？ 你说。我这个不嘴瓢啊。好的，那接下来本周哪些歌曲会在本周 C 位出道呢？那决定权掌握在各位粉丝的手上，一定要为自己爱豆充电助力哦。那今天的这位来宾呢，他经常很想耍酷，但是还是不由自主的可爱。这位歌手他唱歌的声音浑厚磁性，嗓音里就像自带电流，滋滋滋的电到人心里啊。那赶快有请今天的这位好朋友钱正浩闪亮登场。Hello， Hello，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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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有请有请。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哇，今天好，掌声！哎，没有没有，哎。我们这样好吧，因为刚刚有 BGM， 我们可不可以重新喊一次给浩浩听一下，好吧？三二一，走！一路向前，永不回头。哇，可以，好励志的口号。不回头，很棒。好，那来到第一现场了，那我们再向场外的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好吧？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钱正浩。场外可以听见吗？听得见，听得见，整个世贸天街都是你的。世贸天街听得见吗？听得见，听得见吗？听得见吗？哎，钱正浩 ，Hello， 对，大家都听得见。然后浩浩，我这里要有个 tips 啊，我们这个东西呢，学名叫头带，它是可以发声的，好吗？不用拿着这个，这个，这东西是给你唱歌用的啊，乖乖。好嘞，那今天，因为我要跟浩浩讲一下，就是之前呢，电台会经常来很多。大厂的好朋友，嗯，对，然后今天呢，浩浩也来了，然后前段时间那个瑞哥来了，你知道吧？哦，我知道，周瑞，对，然后呢，
莫名其妙另一个主持搭档呢就给我们组了一个超美组合。哇，什么鬼？是他很美了，对，是他很美。所以今天，哎，对啊，那你们两个人要不要今天也来一个，就是什么组合？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有超有钱组合，钞票组合。什么超有钱怎么样？超有钱吗？是浩超有钱。我是超林超泽，然后陈正浩超有钱啊、哦，是，而且你看你们俩今天都戴了链子，就看起来很有钱，是很 rich 啊，他比我多一点，他手上的叮叮当当的，而且他头上还有，就看起来很有钱。对，我在第二现场说他今天应该会落枕之类回去，就是头很重，头很重。是，所以我也给你们俩准备了道具，就是超有钱啊，你们俩这个会不会水上会浮？会不会太九块九、啊？这个不会浮，这个会不会太九块九、啊？这个会浮。导演组下次打个纯金制造好不好？对，既然你们用这个吧，用这个太塑料了，给你们。没事，他看起来有钱。好的，没有关系。嗯，对对，而且就是既然今天你们的组合成立了，也要在我们电台就是留下一个纪念性的照片。哇，哎，还蛮搭的。这，你这个，哎，这个，对，蛮搭的，直接去中国。这个，隔壁的节目，对，有台的节目，哎，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对，好，没事，来，我们来，既然这样了，今天超有钱组合在我们剑门吧电台组合完毕，那我们留下一个纪念性的照片吧。行，超有钱，好吧？对，要摆出超酷的那种姿势，有钱的感觉。镜头呢？好 ，OK 了，好嘞。那哎，其实可以摘了，不用戴这么久。哎，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送给你。我可以摘一下吗？这个可以。看来你不喜欢。这个其实，对。没事，你不喜欢就留着，就电台回收利用。不用这么客气。对，下一个嘉宾来，真的是。那是的，因为我们电台会经常请到非常多大厂的朋友嘛，那然后他们会带着自己新歌来，然后接下来呢，我想说要不要做一个就是 wave 挑战。Wave， 对，我们是热个身嘛，唱歌之前做个 Wave 挑战。那这个 BGM 呢有点讲究啊，可能是都是我们的朋友，哎，好吧，那我们就随机听这个歌曲，然后我们来做 Wave 好不好 ？OK， 好，来 DJ Drop B， 对，我帮你们。是谁的歌？明明只见过几次 ？Yes， 陈正豪莫属。哎，还可以哦，还可以哦。好会扭，然后是蛮会扭的，感觉还蛮甜的。好 ，next。哎呀，这谁呀、啊？这不是我的老师吗？对，给你们两个道具。这个，哎呀，这还要？怎么还要道具？要咬吗？哎呀，这不跟刚刚一样的？你换一个。啊？换一个 wave。换个位法啊，换一个。这对呀，这个别换了，快速位。手可以啊，回来。啊、哦。哎。没有，我不接了。要一个活泼一点的。要个活泼一点的吗？下一首歌。下一首歌，不好意思打扰了，这是我的新歌，来，对，哎，你跟他学一下，他那个动作，抖手，抖手，你就一直抖就对了，抖起来，有的，这个也要抖。今天你是客了，今天你是客了，所以开场你们就先用一个 wave， 就是把场子先热起来。是，然后我明显的发现就是，浩浩因为这两年一直在做唱作嘛，是，舞蹈功底一点没丢。是啊，一点没丢。确定吗？不确定。那是 wave 功底。没有，舞蹈wave 是那个舞蹈的基本功嘛，然后他非常敏锐的那个节奏切分，非常敏锐，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舞蹈功底确实还没丢啊，林老师说什么就对了。有没有可能为大家谋个福利，出一个什么舞蹈示范什么的？我乱讲话。好，我不乱说话啊，就是对，就是看他自己。哎，对，好，哎对，好，那我们前面的热身环节已经结束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回座继续访谈。是的，欢迎浩浩。耶。请这个玫瑰呢，你也可以是谢谢留着，对，谢谢，可以当个纪念。
是、这个、没错，或者送给台下，哎，也是可以哦。想要吗？破、哦哦、哎呀，哎，小心小心小心啊。好，那刚刚也聊到瑞哥是不是？对，你平时跟瑞哥联系多吗？就有时候会联系一下。我得到信息不是这样子啊，就是你应该跟他联系还蛮密切的，是不是？蛮频繁。我觉得中等吧。中等是不是？对。好，那今天，其实我不想，我来。好，我不想进行这一趴。我来。台本是这样写的。我来进行。台本是这样写的，我也没办法。就是既然就来电台，就要来搞事情嘛。很伤人，很伤人，搞事情。因为前段时间就是瑞哥和超泽，就是也有就搭档联系过，然后感觉两个人关系也蛮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挑战一下，你们俩同时给他发，就是要干嘛？要吃饭。对，就是你有没有看台本啊？我看了，发啊、就说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吧，就一起发，啊、你们俩一起就给他发微信是不是？对，发微信。那如果他叫我们去，我可以去吃饭吗？哎，那直接去，我走。哎，那我们这样吧，就是哎，导演，我们现在可以立马走吗？我们两个隔壁先约一桌，对，隔壁约一桌，好，大家一起看，就是大家一起坐在吃饭聊天，好吗？没有开玩笑。对，你带手机了吗？对，你们俩要一起发哦，同时发，看他先回。那你把那个瑞哥的那个二维码给我扫一下，我加他。好。所以你们之前都群聊是吗？就在那个对对对工友的群里面艾特周瑞，请我吃饭。那就给他发了啊，就发什么呢？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吧。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吧，是不是？不行，如果说电台的话，那就太明显了。想不说电台是要在通讯录里面翻他是吗？就很久没聊。对，我已经发了吗？你们俩一起发了。我给他发了。等会儿我哎，他还要措辞，他说在北京吗？就是你只能这样子，只能发一条、哦，这样作弊了。不，只能发一条，空格嘛。在北京吗？空格来吃个饭吧。啊，一起吃个饭，也可以。好，来三。你先打。等会儿，个饭吧。不，这样子。好了。真的没哎，大家好，来三二一，发送。好了。好 ，OK 好。你们的文案。哎，等一下，我先问一下你啊，就是你给每个人发信息，你都是，就是，你都是就是要。要想咬文嚼字嘛，就是我会把它读出来，就是读得顺。那还是个很谨慎的，不太对。那我们就看看这个友情考验到底是谁经得住了。所以这个，哎，他回了。林正在用吗？他回你了吗？他秒回、啊、问我现在吗？他秒回啊。他没回你啊。好 ，OK 啊，没关系。这个先后顺序呢？这个先后顺序决定了一切。他先回的他。他是回了我没错，但是他说不减肥了问号。他说不减肥了吗？看得到吗？看到了。不减肥了。等一下，那是先回的你还是先回的他？他先回的他。哎呀。他还发了一个詹姆斯的问号。他发了一个那个微笑问号脸。我觉得。他意识到了。要不要连线？对，有诈，你不能这样说话。要不要现场连线一下？还可以吗？还押韵的，这样要吗？你打电话给他吧，要不？我不想打了，回去就拉。他说我被绑架了吗？你咋了？突然聊起来。哎，这是直播节目，不要聊，我们就直接打电话吧，好不好？好，来打电话吧。告诉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对，来看他能不能，看他会不会挂我电话。喂 ，Hello， 瑞哥 ，What's up？ 啊，哎，是你啊！我靠， yes. 我以为你被绑架了。我没有，但差不多。你咋了？咋了？我被我隔壁这位先生绑架了。这位先生，你不要。哎，我懂了，我知道，我已经破案了。懂吧？哎，瑞哥，我想知道这趴导演真的。我就知道。瑞哥，这把导演真的没跟你对过是不是？没，真的没对过啊！我觉得没有，真的没对过。我以为他们在搞事情。你们在干？你们管他？好，没事啊，没事啊。没事啊，有劲了，反正你先回的他嘛，晚一秒也是晚，好不好？啊，你们这个还要比拼的吗？就是，对，就是要比拼，反正我赢了，
对他赢了吗？浩浩赢了吗？那就浩浩赢嘛。你是要干嘛？是要线上跳脱衣舞吗？不是，好了，那不能播是吧？那算了，就是你下次一起吃个饭吧。吃个饭。感觉要失去你了。是。好了，你哎，你要不帮浩浩打个歌吧，好不好？啊。打个歌。对他今天来打那个不故障。小故障，对不起，哇，真不错，真的不故障，对，小故障，小故障，对，唱啊，咋的？应该他唱给我听呀。也不是，也不到，就是你给他花式安利一下吧，要不？对，就帮忙宣传一波。对啊。好了，希望大家能够多支持浩浩的新歌啊，因为新歌估计。对吧？不失水准还是很好听的。然后不失水准，他失过水准吗？不失水准。Tell me， 他失过水准吗？没有了。好，聊不下去。好，晚安了，忙你的去。好了，我们继续了，好不好？拜拜。拜拜，去减肥吧。去减肥吧，今天晚上记着不能吃晚饭啊。妈，我是被暴露了，拜拜。是，好，那拜拜。好，谢谢瑞哥，谢谢瑞哥。哇，好快啊！没想到这么快，这个环节是莫名其妙。对，我以为他应该是守候在手机边上吧。他不知道有这个环节。好了，那刚开始玩了这么多啊，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正式营业了，要进入今天的偶像一夜中。好嘞，那聊一下浩浩在 Berkeley 的那个事情，好不好？那就目前在读，是不是？所以大学生活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大学生活，就是大学生活。你这样子主持人很难继续下去，好吗？就是给我一点话口能接的话口。就是起床上学，然后回来写歌，然后吃个饭，和朋友出去玩玩。写歌，写歌，你平常用多久？就是每天用来写歌的时间？看情况嘛，因为就在家写歌嘛，就想写就可以写。那在学校有没有什么活动呢之类的？参加一些啊？对，我就经常去看演出嘛。然后学校的一些学校的演出我也去看嘛。因为他们会叫我去看啊，看演出，比如说什么 hip hop 社，然后我们就会看他们的发的广告，然后我们就去看。所以你有加入什么社团吗？没有，还没加，还没有加吗？就是有想加的。哎，哇！扭蛋来了，哇！而且这么快吗？而且连爆了两个，连爆两个吗？对，月币数直接上升到5000，好厉害！好，那我们一会儿聊这个问题啊。我们先来又要玩游戏了，今天真的让你玩个够。哎，谁让你立这个 flag 呢？哎呀，对，那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扭出了两个，来我看第一个啊，第一个应该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果然是个游戏。飞天小鸡游戏唱歌，这是什么东西？对，就是让你玩一个游戏且还要唱歌。飞天小鸡，对，飞天小鸡在哪里？是导演组可以上一下道具了啊。是的，啊，好，让我去拿。那我们在座位上吗？我们好像是要去台中间。 对没错，来，好不好？小心台阶。飞天小鸡是什么？这是一个我也才发现的新游戏。对，这个游戏就是这个给你，这个装只小鸡的，就是这个给你。对，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然后你，对，我们来换个位置。对，你到这边来。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时尚穿搭的一个，对，是潮流单品。对，一定要就是把自己锁骨熬成。大可好了，锁骨，然后把这个不是我包给夹住。我来帮你，对，然后 OK， 你里面也太多了吧。对，因为就是太多了吧，就是这个游戏不仅是想让他玩游戏，还是想让你唱歌，所以准备了这么多个小鸡。是，然后你试一下，它就是把，对，它是套在手指上，对，套在手指，这样子，然后盘出去，对，然后求求你不要打脸啊。你就好目标，你哎，重点不是在投这个，重点是在唱歌，好吗？我重点是玩游戏。这个板子是拿来干嘛的？挡脸。哦，我挡啊，好，来吧。这规则是啥？这个是用来给你挡脸的。好。好，你就是你要边唱歌边玩这个游戏，请唱，也是给你一个打歌的机会，你唱什么都可以。I choose the right one for a sec.
你这个小鸡要、哦、这是对的吗？他是对的吗？嗯，他好无辜啊，这个他好无辜，他好无辜、哦。你要唱歌，宝贝，你要唱歌。他好无辜，来吧，加油！太惨了，这个小鸡。对，要、哦、努力让下一个不那么惨。好。I choose the red one before I say goodbye. Now we build a rocket and we are the sky. 其实、啊、小鸡其实蛮累的。对，要不站近一点？哎，我们来站近一点。对。不要打脸上，这是。哎，这还不行吗？哎哎，可以可以。唱歌。好，边唱歌边玩吧。哦、我连着刚刚那首歌。嗯，好，忘词。I am Matrix, but no more feeling. Full of silent, and I'm gonna die with you. We won't roll it. I'm gonna be trend. Hey. Wanna fold it? Hey. Let's go hard roll on me. Woo.When I'm moving, there's no place to show me. I don't want you to stay. 我来一个远的 Thank you. 你要打脸上去。I'm gonna go just for me. 看这句好长的。嚯！哇！进了吗？没有，但是他没进，他居然打到篮板上了。不错，不错，还不错。好好好，来来，掌声送给浩浩。耶！跟大家介绍一下，刚刚那首歌唱的是什么？你刚刚就是刚刚那首歌唱的是 Rocket 造火箭。OK， 来自日本。那这个。造火箭哈，对我的，我知道今天应该是不会唱的这首歌，是对今天不会，所以就是要借这个机会也要打一下这首歌，对不对？来回收一下道具，然后你们可以宣布一下下一个扭蛋任务、啊、又来了吗？对，刚刚是直接扭了两个啊，这个来看一下，这个是模仿魔性舞蹈，对，这个魔性舞蹈是什么呢？我们准备了素材来，对，我们来看一下，哦，在这里，看一下看一下，来。好嘞，哎，我好想看浩浩来这一段，我想看你演示。我没有，喂，我真的不知道这段。来，没有，来演示。我不会，我不会，我真的不会。把你抓过来了。对，我真的不会这段。你会的。没有林超泽扣不起的舞啊。不是，我这个真的没看过。刚你眼睛都亮了。我真的不会，我是想看你跳。来，有请陈志浩的 Showtime、哦。我记不住啊。没事，不会，不会。你要不要给他，就告诉他是哪几个动作？我都没看，我又。好像是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哦，还有这个，就是哦，对对对，哒哒哒哒哒，咚，全是 hip hop 的那个基本功率。要不再看一遍？来来，我们再来看一遍啊，再来看，再来看，就记两个动作，然后疯狂的，对对对对对，循环。就随便记两个动作 freestyle 吧，对对对对对，好吧，嗯，好，好，我们大屏幕放，好吧，我来了，嗯，来吧，来，三二一，这个，走，这个 ，OK。这个，还有这个，走，好 ，ending pose。掌声给他，哇，太可爱了，有点魔性，对对对，好嘞，那这瞬间就完成了两个，对，两个扭蛋任务呢，所以大家还想看到这样的扭蛋任务的话，要持续的充电助力哦，是越，我的天哪，对不起，我不该说你什么，就是不想让你歇着，我今天就把它扭完了，只能说一句，大厂工友陈正浩石猴。真的不是大厂男孩都石红，石红石红石红，对对对，石红，对你也很红啊，没有没有没有，哎呦，好，接下来这个游戏是吃柠檬唱歌挑战啊，好，我去拿柠檬，可以吗？你平时爱吃柠檬吗？不喜欢，但我可以吃很酸的，我先给你准备水啊，哇，这么多，哎，等一下，反左。做个人吧，有点猛啊！能不能切一下呀？为什么不切呢？安祖，我们浩浩才
才十九岁，这样对他吗？还是个宝宝，还是个宝宝。这样我记住你了。虽然这样子，我其实蛮想看的，我其实蛮想看的。来来来，一人一个。哎，你还挺爱分享，你还挺爱分享。好朋友，干杯。你还挺爱分享的，跟你说。你们要把它剥开吗？你要吃吗？你要吃吗？你不吃就。你要剥开，我陪你吧，我给你拿湿巾。我帮你开水。我过来，我过来。然后我帮你拿纸巾。你看我服务多多周到。来，干杯是吗 ？Cheers。Cheers。那个，祝你一批石红，好吧？像人一样石红，好吧？对对对。好，来，你要唱歌了。嗯，我想想看唱什么。唱什么？好，你看一下。也不想去到外面走走，分不出什么是主流。哎，是边吃边唱，你先吃，来，三二一吃，这什么怎么？三二一吃，对，可以就喝那个汁就好了。我给大家演示一个喝汁。嗯。哇，手榨柠檬。啊哟！宝贝，小心小心，宝贝小心点，进眼睛了。感觉好像没什么关系。等一下。眼睛更凉快了，好还好吗？近视好了，还好，还好吗？还好还好还好吗？确定还好？还好还好好，可以好来，你别吃了，来唱吧，别理他了，他太酸了，他可还可以，还可以不酸啊？哇哇，上瘾，喝水喝水喝水，当然会上瘾。吃完以后还能唱歌吗？来，还是唱一下歌好不好？然后我唱出来都是抖的。来，是主流，依旧叫你们住口，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say no no， 不会再let go。我去，等一下，我觉得很需要给浩浩准备的歌词本，因为他词太容易忘了。好了好了，辛苦辛苦，柠檬，掌声掌声掌声。现在台上有股柠檬香，好香啊！是。好，还是要提醒一下线上的粉丝朋友们，下一个扭蛋就是粉丝扭蛋了，就是你们想看到他完成的任务，所以还要持续的充电助力哦。但是的，歇一回。来，我们先聊回那个对Berkeley 的那个学习的事情啊。就是你平常因为我会在微博上看到你那些日常的奇怪记录，是不是？所以你比如说漂白剂将黑鞋漂黑这种，你还干过什么类似这种奇怪的事情？然后我那次失败了。真的失败了啊！就还是黑的，他根本没有漂白，就无良商家。那只能说那个，那也不能露出那个品牌吧？那怎么会遭风沙之类的？对不起，对不起啊！开玩笑，开玩笑。对，我还会就是，还会就之前有一次买了 cheese 嘛，然后我点外卖，然后他送的那种辣椒面，然后我留下来了，然后我用 cheese 蘸那个辣椒面，就晚上的时候 ，cheese， 你说是那种整块的，就是那种一块一块，哦，知道，就蘸辣椒面吃，就很像猪脑，什么什么奇怪的操作啊？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所以孩子，你在国外过得好吗？比较的。所以你平常吃什么呀？就你会想到吃中餐吗？会啊会啊，就只要旁边有中餐馆吗？没有，没有。没有，到底还有还是没有？没有，我们去唐人街吃啊，就是每周一周的频率一两次，那还好，那还好。我有了解到你同届有很多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校友啊，就比如王源啊、欧阳娜娜，还有黄子红凡，都是你的校友。那你平时有碰到过在学校碰到过其他的人吗？有啊有啊，黄子红凡，我们上次还就是一起参加那个运动会，有一个，然后。我就帮他拍他俯卧撑还是仰卧起坐来着，就他在那坐，拍什么？然后在那拍，哎，再来一个，好好的可爱的点就是他就是是，对，傻的可爱，对，挺好的。那你平常你会跟他们交流一些音乐上的学术问题吗？我会啊，对，然后还。学术交流最多的应该是我室友，室友，对，因为他就是，谁不方便说是不是？对，他叫 Michael， Michael， 就是他制作人嘛，然后我们就会一起讨论音乐，对对对，然后我会帮他，
就是听他歌，然后给一些意见什么的，我会帮他做一点。哦，所以你跟欧阳娜娜有请教过学习上的事？我好喜欢他。哦，我们去录过歌，就是录了那一次歌，对。啊，好。嗯。所以你这次新 EP 里面的这些歌曲有跟比如说同学啊，跟这些校友一起讨论过吗？对，我就跟 Michael 讨论过嘛，然后讨论过混音什么的，然后还有我制作人思翰，他也 Berkeley 啊，对，然后对，他也帮我混了人声。好，那这么说来就很期待这首歌了。那接下来由钱正豪带来这首好听的《默熟》，对，专辑里的第一首歌。你要不要喝个水？先喝个水。OK。缓缓。是。对，然后屏幕前的朋友也不要忘了，为钱正豪多多充电助力，好不好？他会今天在节目中带来非常多好听的歌曲以及好玩的游戏。深呼吸，深而已，眼神看向哪里？又亲密，神经迷了，紧逼的距离，开口有没有勇气？幻想太多场景，三二一是心跳的声音，我心虚引起你的注意，装不在意，要紧再用力，默数几个数，先让自己冷静。我们之间有三个空位，戒掉的商店，情歌正在播第三遍。你的 latte 是不是快要冷却？我多想，怎么不留痕迹引起你的注意？明明只见过几次而已，你陌生而又熟悉，像是心电感应，对我有着致命吸引。再找你 four， 心跳成我频率 three， 像一个好话题 two， 一起别太刻意 one， 就现在走过去。周围的风景，人来人往，不停，还在原地，想过了好几个漫长的世纪。我们之间有近有遥远，街角的商店，阳光被挡在门外面。你的影子，我多想和他一样停留在我身边。明明只见过几次而已，你陌生而又熟悉，像是心电感应，对我有着致命吸引。再找你 four， 心跳成我频率 three， 像一个好话题 two， 一起别太刻意 one， 就现在走过去。你明亮眼睛，能不能看我一眼？能不能？怎么不露痕迹引起你的注意？明明只见过几次而已，你陌生而又熟悉，像是心电感应，对我有着致命吸引。才着迷 four， 心跳成我频率 three， 像一个好话题 two， 一起别太刻意 one， 就现在走过去。谢谢大家。哇！来，欢迎回座。哎，真的，刚弹幕上的朋友说音色流氓，阿晨还有说 live 也太稳了吧？是因为浩浩的音色真的是非常好听啊，有独特又好听。然后就是刚最后那个就是低吟，对，就是、那个低吟，真的，那个非常好听，对，很有味道，很有味道。对，就是对，结尾很长，就是要撑下时间，要撑下时间。我得 freestyle。没有，那个确实是在情绪当中。是。对对对，那这几年也看到浩浩的一路的改变啊，就是一直在尝试不同的音乐类型。那每次在尝试新的音乐风格的时候，你会，就是你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没有，就最难的地方嘛，因为我们还没有尝试特别难的音乐风格。但我看你还尝试蛮多的风格的。对对对，但最难的其实是，就是要有它的灵魂。是，做音乐的也要灵魂。对，就是因为如果你一直做不同风格的话，你会很容易做的比较表面嘛，对，就走不进去，所以就是我可能也不会做那么多，就是现在会钻研几个，就会钻研，说就hip hop， 然后流行，然后就因为我看你之前有做 bossa， 对对对，有有有，很好听，就我自己在做拉丁的东西，对。对，很好听，所以你波萨你之后还会做吗？我个人想问问啊，对，应该会吧，对，还是会，还是会，对，因为我也不知道，音色还蛮适合的，对，所以未来还会有别的就是音乐风格，就你可能从来没有尝试过的音乐风格，想要再尝试一下吗？哦，肯定会，因为就是有很多做的新歌都没有发嘛。哦，原来是有在囤歌的这个人啊，会，所以之后会跟大家见面，那个就是还是会跟大家见面很多新歌，是不是？会，肯定会。好，那其实浩浩也是歌手界的在逃 rapper 啊，就是他虽然是个 vocal， 但是 rap 实力也非常很强哈，反复狂跳，对，因为我在曾经节目中听过他的 rap， 真的哒哒哒哒哒，就很酷，哒哒哒哒哒，哎。就是他 rap 的还是就是他，因为他音色很独特，所以他唱 rap 也是很有味道的那种。所以你有没有考虑在就是 rap 一些说唱音乐？对，说唱。我会，但我可能那种纯的 rap 比较少一点。哦，还是会还是会有一段用 rap 的去也装饰，不可能，也不是不可能，也不是不可能。哇，那期待之后的 rap rapper 钱正浩，好不好？那你是有喜欢哪些说唱歌手吗？其实我喜欢的蛮多的，因为就会听的比较多，然后学习嘛，然后被他们影响，就最近就是林心凌 Shake， 然后以前 Tyler the Creator， 然后 Kanye West， 所以其实你自己平时也是有在喜欢听 hip hop music。 对对对，好，那讲到 rap 的话，今天我们又上了一个小游戏，巨大的道具，对，又游戏又来了，对，游戏又来了。那渣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好，介绍一下规则啊，就是这个游戏呢，就是要你们双方一边就是用 rap 念歌词，一边就是通过气息把装满就是这个水杯的这个上面的乒乓球啊，吹到那个最后一个水杯，谁先吹到谁就获胜。就用。且不是吹，就是念 rap 词，把它等一下运过去。你刚说什么 easy？ 我说 easy。Oh my god！ 是要吹这个游戏的。哎，我被堵到，讲不出来话。没事，不重要。那个就是它的游戏的重点是在你要就是吹到最后一个杯子，你不能让它掉下来。对，掉下来要重来啊！因为我只对，你看吧，又啊了。这样子吗？它不是。简单的就是吹它，它就要吹到位。哦，来吧，那我们试一下吧。你以前有玩过这个吗？并没有，他是第一次玩。对，我是第一次玩。对，我在那边，我在红蓝大战。哇，自古红蓝就得战。莫名其妙，拿个歌词。对对对，拿个歌词，拿个歌词。等一下，我有个八卦想问一下你们啊，就是他平时你们看他现场的时候，他经常忘词吗？是真的吗？没有是吗？其实忘词还蛮可爱的，我觉得。你很可爱，你更可爱。你们在干嘛？好了，别，来吧。说唱之前先 battle。直接来吧。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要直接来还是？直接来吧。直接来吧。好，那我吹哨啊。那我们同时是吗？对，同时啊。说 rap 不能用吹的、啊。我唱什么啊？好，来，没问题。三二一。三。谢牛雷。等一下。不行不行。掉地上要重来。这个有在难的。这个有在难的。这个我有点力气有点大了。来。升。让我按下。三二一，眼神看向哪里？按下暂停。有几米深？几米拉近？我去擦鼻鼻。四句。开枪！开枪！开！等一下，不行。开！啊！我把前面两个给拿掉。擦
叫你颤领开口，开口好累，有没有勇气幻想？差一个了，你怎么那么快？没有，我一次性。哇，好强啊！加油加油！没有没有没有，太，我以为忘词了 ，Tita 是多长景看。你在干嘛？那我忘词了，刚刚我忘词了，对不起。原来你忘词了，没事没事没事，浩浩告诉我们，浩实至名归，对，掌声给浩浩。对，但是这个输了的人是有没有惩罚？当然有，又来，来惩罚，别动别动，我来了。惩罚林超泽，对，惩罚林超泽，要干嘛？就是你要用这个戒指棒棒糖啊，吃在嘴里，然后戴上这个围兜兜。有两个围兜吗？我想看浩浩的。只有一个，那浩浩可以吃棒棒糖。谢谢。对。那我觉得就孔融让梨嘛，对不对？你很。哇，这咋戴啊？是这样戴吗？我来教你。哎，我觉得也是不必，哥哥应该让弟弟。对，就是要。没事，哥哥不会戴，弟弟就。不管他，就这样戴，就这样。对，然后要含着这个棒棒糖，然后就是唱刚刚自己唱的那个歌。我不是赢了吗？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在电台没有什么赢和输，来的都是客，客人就得赢了就这样，赢了就是这是给你给粉丝的福利。那这样输了就是要惩罚。作为我作为失败方，那我也要舔一下，好不好？好。你要一直就是放着。好啊。来，你要打歌啊！你要打歌、啊。对，你现在要给自己打歌。打歌。嗯，就是这样子给自己打歌。Again and again， 大家可以去听我的新 EP Again and Again。刚刚那首歌是叫《默数》。可以唱两句吗？深呼吸，深爱意，眼神看向哪里？哪里？以为是自己，还是自己？其实。其实这个东西非常难唱歌，非常难说话。这是你所以，话不多说，大家一定要听这首好听的《默数》。大家都没有听懂。大家听懂了。好，大声说那。那就没问题。你先唱一段，我来帮你打。嗯，哥。一心二意，眼神彼此距离，紧密是紧密，拉近彼此距离。有勇气。感受太多场景，呼吸声音，心跳的声音，会不会心绪起你的注意，装不在意，感情太用力，默数几个数，想让自己冷静，默数几个数。哎，别默数了，大家大声数出来吧，赶快去 QQ 音乐听这首好听的默数，好吧。哎，掌声给浩浩。真不错，真不错。好好，回来吧，装下，装回去。你或者是可以边吃边访谈也可以，不吃了，好吧？吃了呀，戒糖了，戒糖，对对对。你们没有发现他把这个围兜兜就带在身上？我忘记了。不，我不应该提醒你。我来帮你讲，我来帮你讲。你就会看到我的反送，就会就会意识到，还蛮可爱的。好了，耶、yeah.。解放。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咯，主打 Live 正当时。那今天聊了前面玩了很多游戏啊，对，我们接下来要聊一下今天的主打。哇 Again and again， 今天是不让你唱歌还是怎么样？好，第四个扭蛋了啊，第四个已经是粉丝扭蛋了，很棒，粉丝大家很给力啊。这个是什么？来看看是什么好玩的游戏，来看一下。你来念。与主持人一起大象鼻子转十圈后，站在一张 A4 纸上。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主持人是你吧？你啊，当然是你、啊。哎，A4 纸。对，在这里。哦。然后呢？然后我们就上去吧。哦，是这样吗？好，劳烦再劳烦浩浩再上台。对。那我的 flag 是不是已经？立住了，完全早立住了。你上就粉丝，就今天就算不设置游戏，你粉丝给的对这么给力，粉丝很给力，就是、完全可以完成。你们俩怎么玩？你们俩推到最后，然后呢？然后大象鼻子转十圈，然后大象鼻子转十圈，然后站在这张纸上啊、嗯，然后站过来，站在这张纸上，对，两个人一起站在这张纸上，为什么？无论用什么姿势都可以。行，明白。
跳五圈。五圈。五圈吧，五圈吧，十圈有点太多了。可以。这样转吗？你喊啊。干嘛？低下裤子，来。准备好了吗？来吧。三二一，开始。一二三四五。真的有点晕。你上来，上来。你要不上来吧？哦，还可以这样，好聪明哦！就是、我怕我倒了，我怕你倒了。我还好，我还好。来，三二一，走！哎，哇！几个腿，三二一，走！哇！可以吗？可以，哇，很棒，哎、好聪明 啊！这个是可以的吧？厉害，聪明，厉害，我刚刚晕了。顺利完成，恭喜！耶，很棒！ Yeah, yeah. 来，我们回来吧。我们才回来，我们才下去又回来。好嘞，那我们真的要聊一下歌曲了，好不好？哎呀，我真的很累，做个主持人。今天好了，来吧，那我们聊一下这个新歌，主打歌《小故障》。来，你就是歌名为什么要取这个《小故障》的名字？对，因为这首歌写的是，就是我们工作、生活、日常生活中都会有一些那种小摩擦。嗯，但是就是。你过了几天之后它就会迎刃而解，就是这种小故障就是都会通过时间的流逝之后会解决这个问题。对，而且就是那种记忆淡忘或者是这种小问题就会都没有了。所以是个乐观向上的歌曲是不是？嗯，应该算是我也不太知道。嗯，啊，所以好像还有一点悲观，还有点悲观，但是也没有那么悲观，我们就可以细细的品。那我们一会儿来听一下这首歌，对，好不好？所以你在制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对，就是刚刚提到的制作人思翰，他要让我改歌词，然后在深夜就给我打电话，你要改歌词，然后我们就在电话里改，改了好久。电话里改，就你们电话通着，然后就是。就是临场两个人一起想，是不是？对，然后结果他就后面就不想了，丢给你了是吗？对，但是并没有挂电话，然后我就疯狂的想。嗯，所以你这个歌词你改了几版？改了几版？我也不是很多，三版吧。对，但最后一次改的很大，大改。所以看来那个浩浩这首歌还是。很走心的把这个是所有自己的那个想法都写到了这首歌里面啊。那在唱这首歌之前呢，我们花式安利一下这首歌好不好？怎么花式安利？小，就是是我们这一期电台新增的一个环节，就是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去安利自己这首歌。对，你有没有什么新鲜的想法？看这颗柠檬很新鲜。可以啊。对，然后大家可以去QQ 音乐听我的小故障顺便也可以听 Again and Again 那张 EP 里面的其他歌曲。对，然后干杯。哇，是柠檬。哎，给敬业的浩浩一点掌声可以吗？你太实诚了。好了，那你要再喝口水吧，好不好？不用。那就直接唱。那我是看来他是真的很爱吃酸的东西。嗯，是。好，那接下来有请钱正豪带来这首好听的《小故障》。耶。耶。耶。删除了记忆，唯独消息被抛弃，依然没能冷却你受的伤。潮湿的空气，有些话语太犹豫，依然没能这座机器崩塌。你要用这个奇妙比喻，却不懂小故障没关系，修理好就可以。This isn't a breakup, this is a breakdown, and we've been here before. Keep saying it's over, you know when it's over, what we fighting for? 世界的空气，只有你那唯一，能让我长出盛开的花，所以绝不会答应你。一时的任性的决定，风吹来，我想你会看清，爱情的红利。暂时消停，我们
张没关系，修理好就可以。This isn't a breakup, this is a breakdown, and we've been here before. Keep saying it's over, you know it ain't over. What we fighting for? This isn't a breakup, this is a breakdown, and we've been here before. This isn't a breakup, yeah, this is a breakdown. This is a breakdown, and we've been here before. Keep saying it's over, you know it ain't over. What we fighting for? This isn't a breakup, this is a breakdown, and we've been here before. This isn't an over, yeah. This isn't a breakup, this is a breakdown, and we've been here before. This isn't a breakup, this is a breakdown, yeah.好可爱，谢谢大家，谢谢浩浩带来这首好听的小故障。那大家不要为了不要忘了为陈正浩充电助力，直播过程中可以通过右侧里外钮为 idol 充电助力，直播结束后直播间的月币贡献榜的前三名将会获得 idol 的亲笔签名照福利。是的，每周一呢节目组将会又通过 QQ 音乐私信的方式呢私信每期打榜前三的用户，完成信息收集过后呢就会统一将签名照发送给你们啦，所以大家要查看你们的私信哦。是的，那接下来呢就要播放本周的串联 VCR 以及上周电台冠军定制 MV 张玉琪的定制 MV、来请欣赏，休息一下。第十六周电台主打歌冠军张玉琪 Baby Don't Cry。像海洋还是沙漠，看戏变得太冰冻冰冷，决定是否登上那片云朵，你说你要自由还是沉默。Baby, I think you are out of your mind. 这悲伤也不知从何而来。妈妈说，想家就往回走，但这条路。好，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QQ 音乐千米吧电台。那刚刚大家看到的是 MV， 是上周张玉琪的主打歌 Baby Don't Cry， 因为获得了电力值第一的好成绩，所以解锁了在本周每天节目中轮播的资源。除
此之外，你接一下吧，我怎么卡壳卡成这样？除此之外，它还有什么呢？它还有世贸天阶的天幕一周的一个就是滚屏，还有呢每周 MV 轮播，还有 QQ 音乐平台超强的资源，所以大家要持续的充电助力，为你自己喜欢的 idol 就是谋取这样的福。我们两个怎么了？好了，来，话不多说，进入接下来的环节，叫做 idol 相对论。来聊一下，前段时间呢，就是浩浩也是跟小鬼一起录制了《未知的餐桌》这个节目，然后网上就有一个话题，就是那个沙溢和他的大厂儿子们。所以你和沙溢老师就是相处下来有什么感受吗？沙溢老师人非常好，对。然后我和小鬼，沙溢老师在请教我们 rap， 然后我们在为他解释 rap 的各种东西。就是。什么才算好的 rap？ 所以解释出来了吗？学术上的，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难解释吧。解释了个大概，就是你可能半懂，就是似懂非懂，也是不错啦。对，是期待看到沙溢老师的 rap 精彩表现，希望可以吹单曲。对，因为之前在以前的舞台上，那个浩浩跟小鬼也是唱过 rap 嘛。时隔多年再次跟小鬼一起表演，有什么感受？感觉挺有意思的，而且我不是在，就是我是当他的摄影师，然后我拍的他就拍的非常的帅，所以你是有唱吗？我也有唱，所以你对摄影是有兴趣的？我有，非常大的兴趣，对，我可以，可以约拍，就是约拍一下超，下一个 MV， 谢谢那个前导，谢前导，不用，对不对？不用客气，没事，行，我来帅。因为刚刚那个上了一个看了道具，我想让你介绍一下这个道具是干嘛的。行，我们接下来要玩游戏了。然后这个游戏也是根据你们俩之前有一个缘分，就你们俩之前参加那个某隔壁的运动会。隔壁的运动会。对，隔壁有一个运动会嘛，然后、就是、哇，好久，2018年了吧？是。对，很久。2018年。对，是比柔韧性对吧？两个人 battle 到了最后。对。我都已经忘记了，是当时是我们俩吗？是我们俩吗？是，是你们俩最后就是对，然后回去躺了半个月，回去躺了半个月，硬要撑面子，然后回去躺了半个月，对，趴着。今天就是事隔两年对吧？我们再来就是来一个这个柔韧性的大 battle。是吗？这个好简单。这个哎，你可别就是想的太简单，它可能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除了跳过去有点难，是吗？那我们来我们下去来看一下。对，上去吧。来，中间有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呗，这个是干嘛的？好，这个你先别着急，我们一轮一轮来，这是最后一轮。所以还有先来第一轮，第一轮是这个方块啊。这是干嘛？大家来到第一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呢就是你们要站在这个墩子上，然后就这样下去捡糖。捡多少？捡的最多就获胜。那可以把盘子放进去。那一次我们这样子好吧，一次规定捡一个，捡最快的人获胜。哦，好，可以吗？可以哎，哇，你好聪明。就是可能导演写的台本也没什么用吧，丢掉。哎，我觉得这样，开玩笑，我有想法，就是你们一次性捡一个，然后扔下去给他们。好呀。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子最后用地的好不好？用地的，对，最后你好夸张，因为丢不太礼貌，就是我们要用地，好不好？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要站上面，一次是，哎呦，是有点高，对，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一次捡一个，捡完之后去把它分掉，对，分掉，可以啊，对，来，我们把这个往后来一点，因为可能拍的你们不够好看，好。准备好了就可以上蹲了啊！上蹲，你先让我踹一下吧，我觉得好，你先踹一下。哇！我怎么感觉第一个有点老了？我觉得，毕竟浩浩也是19岁的人，说，哎，算别报自己年纪。没事，你们两个按辈分都是我师叔。好，来，你喊开始吧。对，你喊开始吧。你喊开始。好，我喊开始。主持人。好的。准备好了吗？来吧，说吧。准备好，3、2、1，开始。一次捡一个啊！不，哎，等一下，加油，好。哎，有一点简单。不要弯膝盖。拿，不要弯膝盖。不行，我真老了。一次捡一个，哎，林超泽弯膝盖了啊！你弯膝盖了。
会。好了，算这轮算浩一哈，对，这轮来我们下去把这个，对你把糖分一分吧，你先啊。对你，来，什么？来，最后一排，我那边。好，第一轮很明显就是浩浩获胜，别着急，那是最后一轮。哎，等一下，怎么回事？我们刚刚怎么变成了一个最最最宠粉的环节？我们节目就是所有环节都可以宠粉。好，对，我们第二轮吧。对，我们第二轮呢，就是这个游泳圈，大家看到了，你们两个人是怎样？我们要出去游泳吗？先下雪哦。先挑一下，你们选一下。冬泳。你刚赢了，你先选。这个比较浮夸一点。好，你选这个哈，那这个就是超泽的。好，这个规则呢，就是首先把它放在脚下，然后不用手就穿过，然后穿到头顶，不能。再讲一遍。放在脚下。然后人站进去。啊，不用手穿过头顶。穿过头顶拿出来吗？对，拿出来。好。嘿，有点困难。我们是到那个脖子那儿还是出来？出来吧，出来吧，出来吧，好，来，准备好了吗？嗯，准备好我就说了，三二一，开始。不是，因为这一轮就是这个可能难。对对对，他选的这个额头可能不太好。就浮夸是吗？没有用。是啊。对对对，接下来就是。那我们先把它往一边放下。对，现在是1-1的环节，也就到了我们最后一轮了，也是一个赛点，就看谁能拿到最后这个光荣的荣誉啊！你们看一下最后这个很，其实就是要考你们的腿部柔韧性了。嗯。看有这么多衣服。是的。这个是干嘛？我帮你们，哎，我不能帮你们散开。不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们一，就是拿脚。等一下，各位，好，把往前挪一挪，往前来一点，对，后面没有光，已经出光区了，对。好，对，好嘞。就是你们一人站在一边呢，然后用，也是不能用手啊，在林超的赛亚人吗？好，就一人站一边，然后用脚，这样去勾衣服，然后挂在这个杆子上。这个要求有点高。挂在上面是吗？对，都得挂上去。就是看你们谁挂的多。我觉得我拖鞋会好一点。是同时吗？拖鞋啦。同时吗？同时吗？同时。啊？一起开始。一起开始。对，看谁挂的多。好，来，我帮你们记着。啊，你看，我有就是脚趾的威力。没有关系，我可以控腿。他可以控腿。你控腿。Yup。准备好了吗？哎，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啊。三二一，开始。哇，你这个控腿可以，但是你这个丝巾太滑了。换一个。嘿。哎，要挂上去，我脚抽筋了。小心点啊，你小心点。脚趾抽筋了。今天天蛮冷的。哇。我来，哎，学到了很多奇怪的技能。有一点难哈。浩浩，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个，可能那个太滑了。我觉得。我可以。哇，他一个了一个了，一个一个了。耶！加油！哎呀，差一点。哎，不太 OK， 换一个。你如果觉得对方的比较好撩上去的话，换个对方的。Yeah, for me.
走，暂时领先。哎，好烦啊！前阵号暂时领先。对，前阵号暂时领先。哦哦，啊、有了！哎、啊，我觉得你要在上面打个结子踢毽子。现在是赛点啊，谁先再挂上一件衣服，谁就赢了。那、我要努力。为什么挂衣服？加油！为什么要让我们两个玩这个游戏啊？因为要考你们柔韧性呀、啊，就是。这个，我跟你说，你玩这个，你玩这个还不让我们玩下腰？这个有点考体力了。最后谁挂上这件衣服、啊，谁就获胜啊！哦，这杆子要断了。呀，我挥死啊！有了，没有？通通没有。倒计时了，倒计时了。有了！哇，刚刚我的耳机里 Q 到了，说输的人要下腰哎。我觉得这样，这个没问题，这个很巧。哇，可以。哎，这个可以。来。这个我们到前面好不好？我们到前面，就希望各位观众朋友给我们这个杂技团一点掌声，谢谢。对，今天不要忘了我们的那个初衷，我们是来打歌的啊。对，多多支持，浩浩在 Q 音乐的这张 EP 好不好？嗯，是的。大家看我就是做了那么多杂技的份上，对，一定要去听歌好不好？来，我们先回座，谢谢浩浩。谢谢，也是玩了很好玩的游戏。是的，好难啊！我整个现在你累了是吗？整个背后现在大出汗，然后你看我麦都烂了。那你休息一会儿，没事，让我来问浩浩接下来这个问题。好，就是我有看到你在自己的微博上说自己是盲盒富翁。嗯，是什么契机让你会入坑到盲盒这个东西呢？对，一开始其实就是出去吃晚饭，然后在商场里看到那种自动贩卖机嘛，然后我就随手买了两个。然后觉得非常的好看，然后就买，然后就一直买，对，但其实也没有特别，就是看系列买嘛。哦，你现在已经到看系列的了，已经会分系列了啊啊，那也是的，好，那就是挺会买的了，确实是个富翁。啊、那你现在为止已经收集了多少了？其实也不是很多，就几十个。对，来，我们今天有准备那个浩浩盲盒的照片了，我们看一下，请看。你要不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个东西我不太懂。其实我也不太懂。那你就瞎收集。但是好看我就买。哦，就是、好看就买。对，那个芝麻街，然后还有前面那些。等一下，我有个问题，最左边那个绿了吧唧的那个。一坨的那个。那个是个什么东西？那是一个龙。它是个龙啊。对，那是一个龙。那个金了吧唧的也是龙。那是蓝精灵吗？那个是，你是说哪个？那是芝麻街里面那个。好的，是我们那个，就是对，就是错了，对啊，没事，那就是盲盒我们不懂，但是帽子我们懂，就是哎，听说你是渔夫帽夫，是的，对，反正我会买很多帽子，会买好看就帽子，所以你家里有多少帽子？没数过，哇，我们也有图，看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哦，哎，你全是渔夫帽、哦，对呀、啊，对，我渔夫帽买了很多，但其他帽子我也买，现在应该是我应该有个黑色的。反正我什么帽子都买，然后最近我经常戴那个，养粉丝说是养蜂帽，什么养什么？养蜂，养蜜蜂啊、哦，养蜂。对，后面两个那个的，就我的粉丝说我是台灯，每次就是穿的跟台灯一样出门，亮着，啪，就这样。所以你喜欢戴渔夫帽的原因是什么？就方便，然后就不会那么紧，就你还要故意要买。大一点的，其实不用大一点，就是渔夫帽它不会那么紧，然后那个鸭舌帽可能会紧一点。哦，所以你鸭舌帽也会有？我鸭很多，超级多。超级多，来你来差不多算一下大概有多少？不到，可能100顶。哦，那也很多了。如果找一下的话，哦，所以你也是那种就是有帽子不会扔，就是有。用旧了或者是怎么样也不会去处理掉的，我就用旧了他就不知道在哪儿了，就他自己也不知道在哪儿了对，他就消失了。那你是比我还要夸张，我差不多
级十顶，对，他应该比我更夸张，他也很多，对，他是反正比较厉害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玩一个跟帽子有关的互动，其实也跟帽子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反正就是要玩这个游戏。所以我们我先来说一下这个规则。好啊。规则就是呢，你们两个人呢在舞台中间先想一个自己的专属动作。来，我们去吧，去了我们比较好说，在这说我说不明白。这个游戏怎么跟帽子有关呢？就是我们准备了很奇特的帽子，我们要不先上一下这个奇特的帽子。好，来，我先来。对，我们有鸡腿帽、圣诞帽、鲨鱼帽。那么浩浩，你想选择哪个帽？我要鲨鱼帽。好的，给你，谢谢。好的，那么超泽呢？哈哈，你一定不想戴，但是你必须选一个。要不我来？来吧，圣诞帽，这个吧。好，圣诞帽、鸡腿帽给我，我喜欢。怎么长倒着的呀？他就是你上，就是倒过来也是一个人。就是这样倒着的。我先看一下我戴的丑不丑，丑的话我就。换你上，不丑行，我上。不丑不丑不丑，好丑啊！我像那个丞相，我像丞相。我一点都不像，很帅。他旁边有机关。对，你们把那个里头的机关打开，他还会动的。他没电了。哎。在哪儿呢？在里面。在怎么按？怎么按？这不是按吗？这是。哎，开关了。哦，是这儿呀。嗯，哪儿呢？哦。邀请歌。什么呀？这个是。带上吗？我这个也太好笑了吧！我这个。我觉得带这个才会落枕。我真是个有病的人。这个才会落枕的。对啊，我帮你试一下。好可爱。塞进去，挺贵的那个珠子，哎呀掉了，没关系，好了，一次性的。好，接下来你们戴上要干嘛呢？我们对，你们现在戴上了这个帽子，然后呢？每个人首先先设计一个自己的专属动作，专属动作，对，想好，先想好。哎，它停了，没电了吧？就帮你按一下。看来你很喜欢。哎，来。好，对，想好了吗？专属动作，必须先要做吗？对，现在要做，先做吧。好，你就这个动作记住了。超泽呢？不要难为自己，是不是？都可以吗？可以，难为一下嘛。那你出手的话，我出脚吧。好，林超泽就这个姿势。好的，没有问题。接下来呢，我们会随机放音乐，然后你们在这里平地上随机舞蹈。然后呢？音乐一停一结束，你们就看谁先跑到那个墩子上做刚刚那个专属动作。这很简，确定不是在搞我？是你自己设计的吗？有没有换动作现在？你想换吗？我觉得那个是有点困难。还好啦，难不倒我。OK， 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这个是看你这个抢到那个，就是谁抢到摆上 pose 谁就积一分了。好，来，那我们先请音乐吧。好，那么音乐走你。也可以互相干扰啊，有。慢点，慢点，小心，小心，安全。好了，一分。前正浩积一分，好的，我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哇、啊！小心啊！没有，谢谢。你要飞了，你要飞了。没事没事，你这个飞的有点猛。吓死我了！你要飞？对，不起大家。那所以这个算谁的呢？算我的。还没结束。好，行，算他的了。钻空子。可。钻空子。你们都各自按一下自己的帽子，让它动起来。好的，我们下一首歌。好累啊。你们知道这个歌吗？这个。对对对对对对，这是什么？起走。
什么呀？这首歌好啦，哎，你要摆造型啊啊，好 ，OK， 好的。哎，我的天，哎，我现在如果回去看那个回放的话，我应该会跟电台提出那个辞职信，这应该会，哎，我先说一下，会不会提出辞职信啊？不会，你真的很特别好看。对。好，来，什么？所以现在结束了吗？还是加赛一轮？别加了，结束了，快结束吧，我不想带了。对，我赢了。所以就是刚刚我们是钱正浩他获胜了，然后我们有奖励。你喜欢这个帽子吗？奖励吗？当然不是把这个送给你，是让你戴着这个帽子拍一个很有趣的视频哦。不是，这个是好像有一点区别。所以浩浩你知道了吧，我们节目就是一个那种，就是怎么样都能让你，不管你赢了还是输了你都要带。哎，就没错，就是对，好吧，惩罚赢了是奖励。好，那我先来，你先、okay. 啊，行，你先去吧，来处理一下他。你要带这个就是拍一个很好玩的视频，但是现在你要看一下这个视频。对，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看一下，嗯，怎么还在放音乐？就是这样。对，你要模仿这个视频，且戴着鸡腿帽子。对，好，对，来，我要换帽子。好，对，小心一点。哦，没事，还好。有点热了。先戴一下。对，好，哎，好，这边。来，我的建议是这样戴，可以吗？没有问题。嗯，好。对，然后把开关打开。好。我来，这是 PPAP 恰恰恰。好的，准备可以去中间。对，哎，你要去哪里？影响我。好，来，非常好，广阔的舞台。对，啊，要那么久吗？有请 DJ Droppy。 OK， 来吧，真的给你 PPAP。 One two cha cha恰恰恰，哎，还要分切分哦。恰恰恰 ，I have a pen, I have a. 恰恰恰 ，one, two, 恰恰恰 ，I have a pen, three, 恰恰恰。恰恰恰来个 end pose， 有一点休息，恰恰恰。哦，哎，掌声。可以，谢谢。好的，那我来提醒一下线上的朋友们，不要忘了持续的充电助力哦，因为我们的扭蛋不仅有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等一下，什么都有。我才看到我的头发怎么炸成这个样子。好，没事，我先本来就是赛亚人。大家持续点击充电按钮、助力按钮，就下面一个扭蛋还会玩很多好玩的任务哦，因为就是下面一个任务可能就真的非常的好玩。是的，那好好去。这里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是的，优惠开通豪华绿钻，免费领见面电台的门票，点击屏幕右方摄像。这按钮竖拍是要近距离看的，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出现哦。哎，对，没有错，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屏幕上面发弹幕，然后互动，因为你们发的弹幕呢，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好，接下来，对，刚刚我也介绍了一下我们节目的助力方式，也就是持续的点击充电按钮以及礼物按钮。刚刚我们已经开到第四个扭蛋，第四个扭蛋是粉丝扭蛋，也就是粉丝想要让当期来的嘉宾去完成的任务，所以第五个扭蛋依旧是粉丝扭蛋，所以大家不要忘了持续的点击充电按钮以及礼物按钮，因为这样的话你们也可以获得福利哦，就是打榜前三名的用户啊，可以获得签名照片。对，没有错，就是签名照片。是的，那签名照片。每周二到周日呢，打开 QQ APP 搜索“见面吧电台”，进入专题页面充电专区，可以通过签到开通豪华绿钻，邀请好友助力客户端内收听节目音频，关 QQ 音乐官方微博的方式，为爱豆获取电力值。
哦，好的，好好回来啦。I'm back。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聊了，刚刚聊完盲盒，聊完帽子，那我们接下来要聊聊什么呢？聊聊粉丝，好吧？那就今天的最最最宠粉。哇，宠粉环节。好的，那么接下来这个粉丝环节，我们首先就问一些小问题嘛。是的。就是平时有没有收到过印象最深刻的应援物品呢？上次，哦，我深刻的就是我生日的时候，粉丝送了我一瓶，拉菲。哦，哎，等一下，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是满十八岁，就是没问题，但是，就是你平常会喝吗？会小酌。会，偶尔吧。会，偶尔啊。但是那瓶拉菲，我还放在公司，在酒架上面，真很贵。应该粉丝应该会很有心吧？就是应该那个酒瓶上面会不会是你的生日之类的？对，是吧？零一般都是这样的，对，嗯，很有心。就没有，我会想说现在因为浩浩不是唱作人嘛，然后他这几年一直在不断的出好听的作品，那其实在做音乐作品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需要一些灵感，那在没有灵感的时候会需要有酒精帮助，但是这里不提倡未成年以及大家酗酒，好不好？对，然后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有深陷福利了，是因为我们前面也连线了瑞哥，然后也聊了一些回忆，大厂的回忆。是，然后那我们要不现场清唱一下？因为你们在2018年的时候最难忘的歌曲是什么？你们什么？小半 City of Star， 然后还有呢 ？City of Star， 小半 Alive。今天要不要给他让他？让他唱一下小半，对，清唱一下，吗？留一个声线福利。好，那你要不要下去弄一下头发？好啊，你先唱着先啊。好，你先唱。好，我在这唱。来，总找个调。好，好，可以对着这个机器。OK。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难担。纵容着任性的、随意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侵犯。不应该稍微有点低，我稍微高一点。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难担。纵容着任性的、随意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侵犯。不应该太心软、不大胆、太死板、不果断、玩弄着、肆无忌惮。不应该舍弃了、死心了、放手了、断念了、无可奈何、不耐烦，不算。哇，太好听了！好久好久没有唱这个歌。我都闻声赶来，就是真的太好听了，太好听了，感觉梦回一八年，是吧？那时候我还是个练习生，没有，大家都有，是吧？现在不是在电台做主持人吗？是书吗？好了，那刚刚已经结束了我们的声线福利啊，那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扑通翻牌环节了。对，因为我们粉丝朋友在扑通社区对你留的一些问题，我们进行几个翻牌，对，然后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既然好，你今天穿棉裤了吗？然后复制了1、2、3、4、5、6、7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有点长，我没有穿棉裤，而且我裤子上全是洞，你看，就是一个一个小洞。今天北京下雪嘞，但是因为我们棚内有粉丝跟浩浩的存在，所以变得特别温暖，对，是，对，现场已经热情高涨，对，非常红火啊，非常红火，来下一题，下一题，下一题。浩浩，有什么以前想尝试而又不敢尝试的事情吗？有蹦极，去了蹦极了。有什么以前想尝试又……想尝试。这问题是，来，浩浩要不要给你翻译一下？我跳伞吧。想尝试又不敢，但是其实我也有一点不太敢，还没做的事情，对，还是蛮想。跳伞，跳伞，蹦极去过吗？没有。
你蹦极都没去，然后你就想再上一个台阶就跳伞，是不是？对，直接、直接上最高的。那粉丝充个电吧，那现场跳个伞吧，好吧？现场想去世贸天街跳个伞，好吧？厉害，你开玩笑，跳过吗？没有，我鬼屋吓成那个样子，你不知道。哎，下一题，来。前正号巧克力腹肌还在吗？巧克力腹肌，它其实是块巧克力。对，就是长得像腹肌的巧克力，其实叫腹肌巧克力。但我有腹肌，对，每个人都有腹肌，是，只是可能藏在了知乎。好，那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对艾德说的话的话，都可以去扑通社区见面吧电台小组带话题发动态，就有机会被自己喜欢的艾德翻牌哦。是的，那接下来要看一下我们粉丝饭会的一张。对，涉及到一张饭会。对，哇，这个粉丝今天有来到现场吗？好，没有，那我们就把这幅画寄给他。对，你要给他签，你先看一下。可以，哇，他很细节。对，你可以评价一下细节。对，他把上面我画的涂鸦都画上去了。嗯，这下面写的字是什么？见面吧，前面好像998天了。998天了，然后小福流，还是小福？他的名字哈。哦，他上面好。哦，我也看不清。天天开心，看不清。好，那你就可以签上名字，签上名字我们会寄给他。对。可以，我看一下签哪儿。那想获得这种福利的粉丝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扑通社区，然后微博的留言方式，对，征集活动，然后去参与这个活动。对，是的。然后现场的粉丝，你们不要着急，下一个环节就是你们的福利时间了，哈哈。好，那画一个大拇指。呜、哦，来，我们手举着给八号机展示一下，好不好？画的棒棒，棒棒。好。谢谢浩浩。对，那为了给粉丝更多的福利呢，那接下来呢就要邀请粉丝来玩游戏啦。对，我们要选两个粉丝上来玩我们接下来这个游戏。好，第一个，因为他最快啊，你来选吧。我的，怎么办，我数三二一啊，我已经选了一个了，因为他真的最快。三二一，开始。戴眼镜的妹妹就不应该提这一嘴，就是那个戴眼镜，就是蓝色口罩，好多蓝色，披着头发，对，就是那个你别看别人就是你，对，就是你，是的，没错，就是你。来，有请两位，对，有请两位，欢迎。中间有请。这是干嘛？好，这个游戏呢，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今天，哎呦，请了，完了，对不起。我请了两个就穿裙子上来的，要干嘛？这个游戏可能就是穿裙子会有点不方便的，但是没有关系，好，还是方便的。为什么？因为你们要坐在这个那个墩上，然后他们去拉你们到这个话筒这里，所以现在就有个问题了，有一个人呢是要跟前正浩一队，一个人是跟超子一队，不知道哪个愿意委屈一下跟超子一队。大家委屈一下，委屈一下，委屈一下，好吧？要不你们猜拳吧，赢的那个跟浩浩，输的那个跟。对，我每次都是有艺人来，我都是当这种角色。没关系，三二一，石头剪刀布。哦，好，这位白色的妹妹要跟浩浩一对，就你可以站在她旁边。没事。哦，黑色的妹妹来这里。朋友，我可以带你赢得胜利。对，赢得胜利，赢得胜利还有福利。对，你可以跟超。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浩浩跟超子呢要坐在这个墩上。然后呢？然后呢，有粉丝朋友去拉。到时候我会就是我说唱，就是我是先喊开始还是先说出关键词呢？你先说关键词。对，我先说出关键词，然后你们要想到这个关键词可以唱出的歌，然后可劲的就在这个话筒上唱就行了。可劲啊，就想唱多少首唱多少。就是有这个关键词我们唱就行了。对，好，粉丝朋友可以参与吗？不行，只有我们两个。对，只有你们两个啊，有点难。行，明白。来，对，请您也请。哎呦，对，前面唱过的就是。不好意思啊，我有点重。对，这样做。对，别着急，我先说关键词，然后你。问。你在做什么？这个道具设计的不太。这有点危险啊。不太科学。对，这有点危险，你们要稍微小心一点。我现在要说第一个关键词，然后你们就要抢喽。好啊。第一个关键词是拉紧点，拉紧点，对，小心啊！第一个关键词是
准备好了，开始唱唱唱唱唱。啊，黑猫警长。好，一首歌，你还可以继续。等一下，等一下，我你可以继续。黑猫警长。好，还有别的吗？想你紫金香，你紫金香。你还有别的吗？还有别的吗？三二一，好，唱歌，来来来。三二一，好，交给就啊啊啊！五环。好，现在浩已经两首歌了。三，来。啊哦。哦，三首歌了，三首歌了。阿美嘎多西东北音，那是俺。你肯定有口音啊。啊。好，现在好三首歌。啊啊啊！四首了，四首了。还有麦没说吗？没有了吗？没有，没关系，你已经四首了。超泽还有吗？超泽要反。啊。我有点厉害。我好强啊。啊。啊，阿不了了啊！你有要提醒他的吗？啊！我已经赢了。好了好了，三二一，短短好。那这一轮的话就是浩浩获胜啦，所以就恭喜他先积一分，然后你们现在再迁回原点。等一下，我有个疑惑，嗯，就你这样截图截下来，很像街边卖艺。各位朋友，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啊！好的，非常好。那你们现在回到原点，我们来进行下一个关键词的抢夺。我像个神经病。我觉得你玩的好快乐。就像个神经病。好，下一个关键词，超哥要加油了啊！朋友，其实你可以用力一点，我应该翻不倒，对。嗯。第一个就是你翻的。好的，那好，第二个关键词是。耶，哦，又是浩浩。夜夜想起妈妈的话。耶啊耶耶，还有吗？耶，你还有吗？耶耶耶耶耶耶，有这个歌吗？没有这个歌。还有吗？还有吗？我后面有，快点倒数。就重复四遍，然后。耶、yeah, ，有好多事情不如意。好，两首歌。耶耶。好，两首两首。不是故意。好了，嗯。好，唱歌。越伤害越伤害。啊，也不是不行。然后还有 ，Yes okay。哦，谢谢你。然后还有，对啊，耶啊。耶嘛。哦，好，真不错。耶耶耶耶耶，啊，哒哒哒哒哒。那个，三首吧，三首，那浩浩呢？要反超吗？耶耶，就很多有耶。来想我为你歌唱。这个歌单好老，好四首歌。是吧？很八十年代。四首。想你的夜。哦，可以。多希望你能在我。但浩，你还差一首，你还没有反超他。现在是浩三首，超泽四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哦，打平了，打平了。那么接下来谁回到赛点？那个有首歌是什么？最后那个尾巴是？没有。耶耶耶耶耶耶，那首。是什么？那首是什么？可以，有这么一首歌。耶耶耶耶耶，有这么一首歌。巨老的一首歌。行。啊，不知道装作哦，山路十八弯的。哦，对，好，可以，现在你五首歌，然后浩浩是四首。粉丝朋友有要提醒的吗？耶，我不知道。五、四、三。夜太美。现在又是个赛点了啊！好，五比五。好焦灼。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可以，现在是5比6，再给你们。啊？5比6，4。我不会。三。我突然想不起来怎么唱。二。弹着肖邦的夜曲。一，好了，林超泽这一轮获胜。获胜了，因为你已经反超两首了。没有，不是还有一轮吗？对，我们还有。对啊，我们还有很多关键词，如果你们想一直玩下去的话，你可以，我自己的。他现在是街头艺人。我倔强。我反超。我有我的倔强。哎，浩浩小心点。对，好，那我们现在就进行下一轮啊！下一轮这个关键词是。
没事，不关你的事啊。不是不关你的事，是他倔强，是他倔强。好，来吧。好，我们下一轮下一个关键词是，准备好了吗？嗯。是拉，拉拉。哇，这个。朋友你要去哪里？妹子拉，妹子拉。拉。好。辣妹子算算一分，你们还有吗？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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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算。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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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歌呢？我们是。啊。那是什么？在上面。嗯。我。啊，我是卖宝的小行家。OK OK， 两首歌，两首歌。啦啦啦啦，没事，对。啦啦啦，就对卖爆的歌。在复制，在复制，完全不知道什么歌，我不知道，不能光拉。二比零，二比零，光拉。卖爆歌。有三二一吗？我有。有三二一，抢吧。大家那个儿时记，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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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二比一，你要继续吗？我想想还有什么歌。现在是二比一啊。如果你们半天想不出来，我就要倒计时了。粉丝朋友们也会给，也可以给他们提示。哦，对，刚刚那个是那个啦啦啦啦，我是卖宝的小行家。刚刚那个已经算你一分了。好的，我想起来怎么唱了。哦、可以。原来是这样。嗯，好，有想到了吗？还有什么？巴啦啦小魔仙，你们都能喊得出来。巴啦啦小魔仙。哦。对对对，三比一，三比一。很好很好，三比一。谢谢。林超泽啊，林超泽，三比一了啊。不好意思，大哥哥。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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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黑少年。是黑少年。好的，三比二。三拉。拉啊。我唱了。对，他已经三比二。拉还有什么啊？粉丝朋友有没有想法了吗？没事，你跟他说，我不会，我不会抢的，放心。回到拉萨，啊，回到了布达拉宫。哦，布达拉，还有吗？提醒了我。啦啦啦啦啦！哦，五比二，五比二了。刚好提醒我，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好的，五比三。而且谐音梗怎么呢？对，五比三了，三。阿拉伯巴上来。一。啊。咚咚。还有吗？哈哈，获胜。但是我们还有，还是你们想完了呢？你想我的天，我都可以，还想玩吗？我也随便，不要这么随便。我想见好就收，见好就收，好，啊、行，那这个恭喜浩浩，谢谢两位。对，也恭喜跟浩浩一组的这位粉丝可以获得合照福利。我觉得这样吧，对不起喽。我觉得这样吧，就是都上来了，快吧，我也觉得，对吧？来吧，来来来来来来，不管不管，台本上写的我不听。对对对，太怪台本，不要管台本。好，来一起合照，来一起合照吧，来来来，对，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随便你们，随便你们，好。这个，来三二一，咔嚓！好，谢谢两位粉丝朋友，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你们，也谢谢浩浩，来，我们回座，哎，我们回座喽 ，Come on！ 接下来我们就又要进入到下一个，我饿了啊！你不是减肥吗？不减肥了吗？来吧，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下一个环节，也就是 idol 挖歌机。来，今天我们带来了那个浩浩的私房歌单，我们看一下他平时在听什么。对，粉丝朋友也可以通过右侧去截屏，然后在 QQ 音乐上搜索同款歌单。嗯，所以平时在什么情况下你会听这些歌单呢？其实我基本能听的时候都会听歌。所以你是个音乐无所不在的人。对对对，我会一直拿着音箱。一直拿音箱，就那个蓝牙音箱。所以你出门也拿蓝牙音箱吗？啊，所以你今天在化妆间也拿着蓝牙音箱吗？那没，就我以为是商场内有点扰民，所以就没有拿。所以你出门应该是会戴耳机的人吧？会，车上也要啊，对，是不是？那真的是，对，
我平常也是，就是一直会在听，就是，音乐无处不在。对，那所以你在音乐上的偶像会是谁呢？就刚刚说林志玲 Shay，然后像 Frank Ocean 他们。所以你听外文比较多还是听华语比较多？外文吧，华语我也会听一些，但会比较听一些地下一点的，Underground。对，平时听乐队吗？听乐队吗？也听是不是？就是什么风格都会听。所以你下一张专辑有没有想要尝试的音乐风格呢？下一张迷幻。迷幻？你要做迷幻电子？电子。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啊。好，就好像那就期待，对，那就期待就是惊喜的钱正浩，好不好？那最后呢，浩浩也要给我们唱歌了。那最后要请浩浩带来这首《向船》。要不要喝个水？我喝个水。是的，我现在还是要提醒一下现场的朋友们，我们的就是直播还在继续进行当中，还有10分钟，大家也可以通过月币还有充电按钮为浩浩充电助力，为他加油。好了，那接下来浩浩要给大家唱歌了，掌声有请。在等待，心跳突如其来，不想那么草率，被世界安排。那天夜晚，开始自我沦陷，以为狭小空间，感谢天变幻，怎么打破沉默，是错还是错过，请看一眼，就看一眼，是我在迷失航线，带走我一切，独自徘徊，想你是在大海，努力等待靠岸，不停下来，怎么打破沉默，是错还是错过，请看一眼，就看一眼，是我可能我在无知是个摇篮，也可能我是条船在被黑暗笼罩的海，等黎明到来。 I wish you never cry, I wish you never fall, 我只想要拥抱更多的爱。 I wish you feel my heartWish you see my love. 可能是我懂得太少，可能我不想太老套，也可能我在避免我漂泊在迷失航线，可能我在无知
摇摆，可能我只是个摇篮，也可能我是条船在被黑暗笼罩的海。交给了时间。哇哦，这首好听的《上船》，大家一定要去听音乐，赶快多多为它充电助力，好不好？哇，好听好听。是的，那好好休息一会儿会儿。那我们也接下来看一下本周新晋电力值排行榜的五首主打歌的电力值情况吧。是的，好，目前排在总榜第一的是来自钱正浩的《小故障》，电力值是58.47。掌声！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就是排名，排在第二的是来自高天鹤的《迷途的孩子》，电力值是52.51万。排在第三的是来自 Key Dot 的 Key Dot Five。20 电力值10.95万。排在第五的是来自戴燕妮的《有的人》，排在第六的是来自张远的《Moonlight》。恭喜！是的，今天是周六，那周日呢，我们就会结束这个榜单。周日的9:20截止，对。然后，所以大家还有一天的时间，赶快为自己的 idol 充电助力，好吧？为他解锁更多的超强的冠军资源。比如呢？比如说，我们 QQ 音乐的超强资源加上世贸天阶的这个大天幕啊，就是我们会在世贸天阶看到，就是冠军的那位艺人呢，就会一周都是这样子看，会有一个轮子，就上面一个，对，你们可以过来打卡，就有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在上面，因为下周如果浩浩拿到冠军的话，一抬头，哇，钱正浩怎么在头上？对，就这种感觉。对，然后还有就是最厉害的是在我们 QQ 音乐每天的那个剑拔电台的节目当 中 MV 轮播、啊、对对，所以一定要为自己的 idol 充电助力，好不好？对，那介绍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好，我们节目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就是大家在观看直播的过程中呢，持续点击屏幕右侧的礼物按钮以及充电按钮，为你自己喜欢的 idol 充电助力。是的，那浩浩你要不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助力方式啊？哎，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对对对，来念一下这条。对，来考考浩浩的口播能力，会不会嘴瓢？每周二至周日，打开 QQ 音乐 APP， 搜索“界面吧电台”，进入专题页面充电专区，可通过签到开通豪华绿钻邀请好友助力客户端内收听节目音频，关注 QQ 音乐官方微博的方式为 idol 获取电力值。掌声！哇、哦，好棒！对，所以浩浩那个低八度很好听，就是对音色很好听。当月比数达到当月比，就胸腔共鸣很浓。所以我很想采访一下浩浩，你就觉得今天就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电台，有什么感受吗？这次就是除了豪了之外，有钱以外啊，豪了之外，对。对，然后时长也变长了，是吧？玩的游戏也变多了，是吧？会累吗？就玩了这么多游戏，还吃了一个柠檬。对，就是下次还是不要这么实诚的，就是咱们唱歌前就别吃这个东西了啊。对，然后接下来呢，因为今天哦，也要恭喜那个浩浩今天 flag 立成功，好吧？也非常的太成功了，真玩了很多游戏。因为今天就算我们不设置游戏的话，粉丝那个充电助力的扭蛋，对，也能帮助他立成功这个 flag。对，一直。所以粉丝们很棒啊。对。然后，那你也要为其他艺人写下你的扭蛋任务。扭蛋任务，对。我的扭蛋任务、啊，考脑洞的时候到了。上一个人写的是什么？上一个你们记不太清。总结一下，就是有没有一些奇葩的扭蛋任务，你有记得吗？就我之前想过一个，就是当场喝3杯水，也不是不行，但是我们是直播节目，不能中途去厕所。对对，我也觉得，好吧，我不能中途去洗手间。要不就我知道了，就是主持人。不要搞，但是这是给嘉宾的，有可能他抽到了以后，那期主持人不是超泽，是别人。不，你不是一直都在这儿吗？我也得，就是我们有轮班制了。哦，你还轮班啊？他这周第一天。哦，这样。下周有你吗？我不知道。对你，或者你想要留给超泽，你可以留下一个他值班的时候。但不过一月份我是会来打歌了。好，不要留给我，不要留给我。给超你可以留，你可以留两个，留一个正常的，然后留，对不起。好，留一个正常的给超。对不起。
没事，你可以，因为后面还会有很多朋友来嘛。对对 对, 对啊，然后你随便留给谁都行。对，对，那就，嗯，想随便留一个。就我是想，就是主持人摆两张 A4 纸，然后看他能够，就是两只脚劈多开，劈多开。是不是你这个是搞主持人的，这我们的不是，他是让主持人摆两张啊啊！如果你想的话也可以。好好好 ，OK OK OK OK， 明白了。那就我就说林超泽。不不不，那就是就是两张 A4 纸劈叉，好不好？嗯嗯嗯，好，可以，谢。哇，好难啊！哇，他真的他真的这个堪比什么跳火圈、啊，这个很棒，然后走钢丝啊这类的了。对，这个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个了。是。对，我们就是其实。也快要结束了吗？是，那大家也、要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呢，浩浩还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要忘了收看我们明天的节目哦。对，明天七点钟我们还是要见面的。对，明天的嘉宾是张远，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锁定我们的节目的话，明天七点钟的时候一定要来 QQ 音乐见面吧电台。浩浩写完了吗？我忘记皮怎么写了。没事没事，你画了个画，你这个非常到位，你给大家展示一下吧。对，我觉得你这个画画的非常的就是已经非常到位了，形象很形象，太到位了，这个对对 对, 对，非常好，又能看到纸又能看到人，还签上你的名字，你签下你的名字，你签下你的名字。哦哦，对，哦，还要留下我的大名。对，就是钱正浩留下来的任务。是的。好好，那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九点钟又到了，那不过今天很开心的是，哇，临近结束，又来一个，然后结果抽到我自己劈个叉，怎么办？好，临近结束呢，也是感谢粉丝朋友们今天非常的给力啊。是的，不想让你们走，那还不想粉丝朋友不想让你走，对，不想让你走，想看一看我很多，想一直看着来看一下我们第五个粉丝扭蛋是不弯手肘吃饼干挑战。是什么东西？有道具吗？不弯手肘，来，这个就是把你们套在手上。哇，这个道具也太贵了，那贵，跟我那个道具也差不多，就两张 A4 纸。然后有是什么？饼干是不是？对，饼干。我还真有，哦，有饼干啊。饿了吧？哎，还这个，你这个冷吗？啊，冷吗？北京的冬天有一点寒。其实他不是这样做的，你把那只手拿出来。对，这是为了保持你不弯手指，手肘，它是一个道具。哦，是这样子吗？是这样，然后你下五关，好，拿过去。对，你拽着袖子，小心啊，不要破坏道具啊，这个道具很贵的。我下班做十个给你，太贵了。好，差不多啊、这个其实就是，然后你两张自己拿，对，然后你要吃进去。对，你要吃，不弯手肘，想办法吃。哎，当然有点危险，对，有点危险。对，你想办法吃。你可以站起来，你可以站起来。可以，就这样。哎，哇哇哇！哎呀，再来一个，好，再来一个，好不好？你把弄短一点，你们掰着。对，掰一点，掰一点。好，来走。哦，哎，没有没有吃到，是这个，快了快了，再掰一点，对。走。哇！好的，感谢今天看到一个唱作人钱正浩，也看到一个杂技演员，哎，哇，杂技演员钱正浩，游戏达人钱正浩，我们真的是一个杂耍打歌节目啊，对，对，综艺，对，是，好，那这么精彩的节目，不要忘了收看明天七点准时的见面吧电台，然后明天见面的吧电台也会跟大家见面，钱正浩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对，见面，然后呢，最后我们要跟浩浩合影啦，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明天七点不见不散，拜拜，大合影是吧？可以，啊，这个。